真的有弟弟或妹妹了吗？来、啊、你说。没有没有，明年准备呢，还没有。哦、你问一下马里奥吧，你想要弟弟还是妹妹？弟弟。哎，你不是说妹妹吗？妹妹妹。那就两个是吧？哎，那没有啊，和允儿一样，妹妹。啊。他先说了弟弟，先要个弟弟，再要一个妹妹，就两个。个妹妹，啊，好的，妹妹，明白了，听到了啊。世纪谜题之松子不吃啥？芝士啊。哦。小马哥送忠言的生日礼物到底是啥？当然是送他的他最喜欢吃的巧克力。哇。哇。大船宝宝，你到底是这样这样这样后发料来了，马料烫不烫？马料烫，慢慢吃。爸爸那是干嘛的呢？爸爸你拍视频啊。爸爸那是爸爸那是打架的，是干嘛的？那是骑马的，不是打架的。两个马你吃一口。拿着啥呢？你还吃一口？我的直播，我天哪，他现在还是啥呀？这是啥呀？哎呀，猜吧，我萌不萌？我萌不萌？他说我可爱吧？小时候超级可爱，超级可爱，你现在也很可爱，现在也可爱，全方位的可爱和搞笑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臭不臭？不臭。哇，这么小就在这铲，香不香？干活了，你给我踩，解释不？什么？哎，对对，对啊，咋？看，这都是粪，马的屎。你用拿手抓。你抓一下。你让抓一下，你看，你闻一下，啥味道？哦。哎呦，生气了，真是的。帮我抓一下啊，抓一下吃着。滚蛋！他自己能不能上去啊？哦，厉害了，刚走了，快走了。要不要钱？要不要钱？我坐后面。我们去哪？去哪里？去哪？我坐后面去哪吗？三亚。三亚。三亚。这个有点远呀。三亚。看人家叔叔欢迎你呢。哇，四岁帅骑马的小马先生，变化好大哦。是的，真的孩子长起来太快了，长大了，帅了，马里奥。你把烤鸭吃成手抓肉了。叔叔宝宝。